你挑球我来帮，欢迎收看刺激战场粉丝帮第94期视频。说到粉丝艾特的大山，这次将揭秘地下开船之谜。没错，正是在地下。那么先看一下原版视频。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。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。通过原版视频，我们发现这名大兄弟在地下的任意一个位置开船，不仅能在训练营中，还能在实战中开。这究竟是不是像玩家所说是通过 P 图的方式？但在原版的视频中并没有发现 P 图和剪辑的痕迹。而这个方法正是利用关闭网络的方式。来到训练营的我找到一艘船，打开第三人称，然后关闭网络，跳转到等待大厅，再恢复网络。进入游戏后打开第一人称，然后换座位，完成以上步骤即可达到水下开车的效果。当你的队友观战你的时候又是什么画面？经过测试与我看到的画面是一致的，但在你点击换位就会恢复原来的位置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它为视觉效果。一，利用这种视野跑图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二，就算你有武器也不能朝敌人射击。事到如今，这样的 bug 随处可见。这种 bug 唯一的好处就是寻找敌人的藏身之处，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很有可能会把你送进小黑屋。建议大家用小号适当的娱乐一下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如有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好了，我是大山，咱下期见。